号牌预言家，然后第一碗茶叶，因为我一开始抿牌的时候，我看了七号跟八号，然后我就八号看起来有点紧张，所以我晚上是验了它，它是一张金水。七号你要跳吗？因为其实我刚刚看抿牌的时候，我觉得七号非神级啦，但是我觉得一发言还行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预言家，然后我现在这样讲，会不会又做低你的身份，然后我要被骂？金水啊，这样你真的是拉低我的身份。为什么验凯莱姐？因为我真的觉得凯莱姐最近玩狼人真的越来越厉害了。但我不认为一号玩家狼人杀，我现在在这里是一个狼王，因为我觉得狼王的话，他可以发八查杀，然后不要他的票，让一号玩家出局。六号死的时候，全部的人好人都是会觉得啊死一个，其实结果只有三号拍手。如果他是狼，他会玩成这样吗？有可能啊，不知道。Costco 有卖吗？ Costco 有卖。有卖。太多了。Costco 有卖。四号有。四号，四号，我心情不好嘞。它是物品吗？ Yes， 是物品。是物品。物品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可以吃。可以吃的物品。可以吃。可以吃物品。那是食物。可以吃的物品。食物。食物，它不是物品，不是物品啊！是啊。